你吃过韩剧里的芝士排骨吗？托你们的评论，我知道怎么倒啤酒不满出来啦。香香软软的芝士裹上肉肉，一口咬下去真的是超满足。这多少钱一斤啊？乌拉拉拉，火车底，随着噔噔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深埋的剪影，我用子弹写日记，介绍完了自己，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。我虽然是个牛仔，排骨洗净后，蒜拍碎，加入姜、洋葱、小米椒、苹果剁碎。看到这一步就可以艾特你们男朋友来帮忙了。在碗中加入调料，算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们这群小猪也记不住，给你们都列好了，记得点赞保存。酱料排骨放入密封袋，揉拧它，打入冷宫两个小时以上。我太难了。锅锅喷油，来来来，一个个都听话排好队。倒入啤酒焖排骨，在收汁的过程中，酒精就会挥发，留下来浓浓的麦芽香气，好香好香，真的快不行了。排骨往旁边拔拉拔拉，放上芝士，小火焖5分钟。我是小雨，喜欢做好吃的就关注我吧。